香港人吃蚝仔一般都是用来煮潮州粥或者是煎蚝饼。其实蚝仔的鲜嫩质感在菜式上面的可塑性都非常之高的。今期就和大家分享一道充满台湾家常风味的豆豉金不换煮蚝仔啦，真是又鲜又嫩又野味，包你可以送两碗白饭的。做法，蚝仔先用生粉轻轻搓油，吸出里面的杂质，再冲洗干净。将水煮开，水滚之后落蚝仔，然后立即将蚝仔拌开，等它可以均匀受热。熄火，等数秒钟之后，见到蚝仔微微开始缩细，咁就可以捞起过冷河。锅中落油烧热，落蒜蓉、姜米同埋辣椒爆香，跟住落豆豉炒香，落鸡汤煮开。落老抽、米酒、砂糖、胡椒粉和少少盐炒匀，蚝仔回锅。至汤汁微微滚起之后，就可以用生粉水滑芡。最后落葱花和金不换炒匀，咁就可以上碟噶啦。